诗篇七十八篇，记住上帝，不要忘记他。假设你快死了，不却需要大量的输血，因为你的血型非常罕见。有一个来自很远方的人，只有他与你的血型相配，他来到医院为你捐血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你活了下来，但捐血者却死了。你会忘记这个为你牺牲的人吗？你会不记得这样的人吗？我们的脑子告诉我们，我们一定不会忘记这样一个为你献出生命的人。但是你问你的良心，我们多么容易，多么时常忘记耶稣，那位在十字架上为你和我献出生命的神的儿子。我们是个善忘的人，我们常常不记得。忘记上帝会导致我们怀疑他，然后是不信和叛逆他。诗篇七十八篇教导我们要记住上帝的怜悯和信实。亚瑟通过重塑以色列，从埃及为奴到大卫王统治的历史，来提醒表明了上帝对他的子民的信实，尽管他们不忠。第一，诗人的宗旨，一到十八节，他在讲一个真实的比喻，并呼吁人们倾听和回应。一到十节，他教导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，不仅要记住自己，还要告诉下一代上帝的工作和上帝的话语。第七节，让他们将希望寄托在上帝的身上，不要忘记上帝的作为，但要遵从他的诫命。第二，健忘卑逆的民族和慈悲信实的神。第九到七十二节，诗人的比喻，第一部分九到三十九节。 A， 上帝的子民忘记而变得不忠，九到十一节。 B， 神在旷野对他子民的信实，十二到十六节。 C， 健忘导致怀疑和卑逆至高者，十七到二十节。 D， 神听见而发怒，他是怜悯带来审判，二十一到三十一节。 E， 尽管不真诚的悔改，上帝仍旧宽恕，三十二到三十九节。第十节，他们不遵守上帝的约，却拒绝按照他的法律行走，他们忘记了他的工作，而他向他们展示的奇迹，他们却更加得罪他，在沙漠中反抗至高者。诗人的比喻，第二部分四十到六十四节。 A， 神的子民不记得而变得不忠，四十到四十三节。 B，从埃及到应许之地，神对他子民的信实，四十四到五十五节。 C， 子民反抗至高者，五十六到五十八节。 D， 神听见而发怒，他是怜悯带来审判，五十九到六十四节。第五十八节，他们建造丘坛惹他发怒，他们竖起神像令他愤怒，上帝知道了他们的恶行，怒不可遏，彻底拒绝了以色列人。第三，诗人的宣告，神对他子民的信实，六十五到七十二节。当以法莲不忠，示罗被掳时，上帝选择恩待犹大，并建立耶路撒冷。方舟从示罗被带走，但在锡安山找到了新家。大卫被征召为上帝通过他建立一个永恒国度的人。结论，弟兄姐妹们，如果我们忘记神，我们就会开始怀疑他，然后我们就不会相信他，借而不服从而叛逆神。然而我们的希望是在于我们仁慈信实和遵守圣约的上帝。我们必须记住上帝，不要忘记他。我们必须致力于了解神的话语和作为，尤其
是他在耶稣里的救恩。阿们。诗篇七十八篇，亚撒的训诲诗。我的百姓啊，你们要听我的教导，侧耳倾听我的话。我要开口讲比喻，道出古时的奥秘，是我们所闻所知，世代流传下来的事。我们不要在子孙面前隐瞒事实，要把耶和华当受称颂的作为，他的全能和所行的奇事告诉下一代。他使水从磐石中滚滚流出，如滔滔江河。然而他们依旧犯罪，在旷野反叛至高的上帝。他们顽梗地试探上帝，说要他们想吃的食物。耶和华听后大怒，他的怒火烧向雅各，他的怒气洒向以色列，因为他们不相信上帝，也不信靠他的拯救。即使如此，他们依旧犯罪，不相信上帝奇妙的作为。但上帝充满怜悯，赦免他们的罪，没有毁灭他们。他多次收住怒气，没有完全发出他的烈怒。他顾念他们不过是血肉之躯，像一阵风转眼消失。可是他们仍旧试探上帝，反叛至高者，不遵守他的法度。他们跟祖先一样背信弃义，像断供一样毫不可靠。他丢弃了耶稣的子孙，没有拣选以法莲支派，他拣选犹大支派，他所喜爱的锡安山。他为自己建造高松的圣所，使他像大地一样长存。他拣选他的仆人大卫，把他从羊圈中招来，让他离开牧羊的生活，去牧养他子民雅各的后裔，牧养他的产业以色列。于是大卫以正直的心牧养他们，以灵强的手带领他们。祷告。阿爸天父，原谅我们，我们经常忘记你，我们经常不记得你，忘记你的恩典，忘记你的怜悯，忘记你在耶稣基督里的拯救恩典。所以主呀，正如你吩咐使徒，你要求他们在吃饼喝杯的时候纪念你，帮助我们纪念你，知道你的爱，你的信实，你的仁慈，你收养我们为你的子儿女。我们非常感谢主，我们奉耶稣的名祈祷和敬拜你。阿们。